本新兵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开拓者正义之路啊，我们来继续啊。经过小伙伴们的这个反馈啊，小米也考虑了一下，这个我之前的这几期视频的确长度太长了啊，之后我们的视频里争取每一期控制在45分钟左右啊，这一个小时以内。如果我的素材录的比较长呢，我可能会分成两期啊，就是一周给大家发两期啊。如果能在一期内给它压缩的比较好啊，压缩在一期是最好的哈。这是我之后更新的一个想法啊，然后对上一期漏掉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说的不对的地方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补充哈。第一个就是打虚体生物的话，这个莫尔吉夫是有一个戏法的哈，叫做打击死灵，这个也是可以打击虚体的生物的哈。如果你这个实在打不死的话，可以用这个打击死灵，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我在这张这个世纪广场这个地图里漏掉了两个箱子啊，一个在这个位置啊，在我们的小进入队的这个地方的旁边啊，这里有一个箱子，还有一个地方就在这边。这儿哈，之前我们打这个暴布魔的这个地方啊，这边不是有一个暴布魔吗？啊，在这儿埋伏我啊，在这里。然后在这个后边的这个山洞上，这个墙上是有一个小的这个隐藏的物品的哈，要过察觉鉴定啊，就是这么两个东西啊，给大家补充一下。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回合制和计时制的这个切换啊，这个游戏里是有一个小 bug 的啊。我个人觉得是个 bug 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计时制的时候去打这个突袭轮哈，把敌人给突袭成功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当回合就直接暂停，然后切这个回合制，这个突袭轮就会被卡掉啊，这是需要注意的。所以如果你想打突袭轮的话呢，你要不就直接上来就打，你要不就是直接切完回合制上来就打，要不你就一直打这个计时制啊，否则你的这个突袭轮容易被卡没啊，这是需要注意的。然后这一期呢，我们主要的想法是把这个世纪广场和灰兵营之外的所有的支线点位全都清掉啊。那如果你跟着小米的流程来走呢，我们完全是可以在三次休息时间内啊，把这个整个第一章啊，这个第一章的图很小啊，这几个点位，这边还有两个，在三次休息时间之内啊，把这些点位全都清掉了哈。啊，你跟着我的流程走就可以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进行一次休息啊。本来在世纪广场出来是可以休息的，但是我们不急啊，因为我们马上升五级了。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经验条，还差一点点。我估计，四线工坊打完，我们立刻就能升五级啊。那我们等到升五级的时候再扎营，这样比较方便调整这个魔法法术栏位。然后当你进过世纪广场之后，你出来啊，在这个大地图上遇到的第一场遭遇战是固定的啊，进入世纪广场再出来就可以触发，是我们的第七个队友的入队任务啊，第六个队友除了我们主角之外啊，第六个队友的入队任务，这个地图是固定的，这个剧情也是固定的。那在这个地图上呢，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漏掉一些这个隐藏物品啊，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首先快速保存一下，因为这个隐藏物品要过一个比较高的察觉鉴定啊，哎，就是这把剑。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没找？哎，出来了啊！一共三个隐藏物品啊，这边还能给不少钱呢啊！这把剑估计是很多人没有找到的啊。这把剑叫做损害长剑啊，是我个人觉得在前期啊，跟比我们的这个辉光可能还好用一点啊。它的伤害比我们的辉光高啊，它是加一增强的啊，而且是加一负向能量伤害的。然后呢，这把剑唯一不如辉光的呢，就是它没有含铁的瓷坠啊。这个稍微差一些啊，但是我为了伤害我就换这把长剑了啊，辉光等我们再稍微升升级，我们再换回来用啊。然后把这边东西捡一捡啊，这边东西大概能卖个200块钱，问题不大啊，能捡不少钱啊。这里啊，有些小伙伴可能漏掉了。然后前面就是聂纽的入队剧情啊，聂纽是这个正义生气里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人物啊。聂纽这个人一生啊，他的追求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来去验证他心中的科学啊，或者他想追求的真理啊，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啊。然后跟聂纽这个队友相关的所有队友任务都是解谜任务啊，也是公认的这个正义生气里最又臭又长的最不好玩的一部分任务啊，就是解谜啊，都是跟聂纽相关的。然后聂纽这个人呢，他本身是个狐妖啊，他的种族就是个狐妖，狐妖是可以来回在人形和狐形中切换的啊。然后聂纽呢，他是那种纯正的科学狂魔啊，他为了做科学实验把所有其他不重要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包括他自己是一个狐妖这件事情，他也忘记了，他都不记得啊，而且他也记不住我们主角叫什么名字，他就是那种完全也不想记啊，这个记了占他内存啊，他就清空所有的不冗余的东西，只为了记他的跟科学有关的东西啊。然后他完成的所有的事情，他的做事情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做实验啊，比如说他现在就在做一个实验啊，实验这个八不灭的邪教徒究竟是一个就够不够虔诚啊，反正他来做实验的啊。然后我们往前走啊，他管我们叫小哥啊，并且会一直叫，因为他不愿意记住我们叫什么名字啊，与其遗忘，还不如叫小哥啊。哎，这边有一个八不灭的邪教徒啊，他就上来问他们问题啊。他说他假装是邪教徒一员来考他们啊，来考他们啊。这里这个我们就保持沉默可以了啊。然后他来问他们啊，他问他第一个问题啊，八不灭使用的武器是什么啊？我们都知道是大砍刀，对吧？啊，这里如果我们过不了宗教的检定的话，就没有这个选项啊。那就过了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锚点经验啊。然后第二问题呢，说是八不灭的圣兽是什么？是一只原牛啊，原牛。哎，我们又过检定了，哎，不错呀。啊，是一头原牛啊。结果他们都不知道啊，这些所谓的虔诚的邪教徒都不知道啊。然后，我们还再给他一次机会啊，再问一问啊，他会再问一问啊，再问一个更简单的啊，让他去拼这个帕夫面的拼写的这个名字啊，结果都拼不出来啊，然后就恼羞成怒了啊，要打架啊，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对他恼羞成怒了，但是仇恨全在我们主角身上啊，真的不理解啊，这里一上来一定要把主角往后拉，否则死定了啊，否则死定了。对，一定要往后拉。等这个仇恨到希拉身上去之后啊，我们再往前走，否则会很快被后排的弓箭手秒掉的。这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很多场战斗都是啊，就是一上来你会发现仇恨就在主角身上啊，这种时候就要把主角往后整啊。这个也是贯穿整个游戏的一个谜语人哈，答案的缺失亦是一种答案啊，这是涅钮的支线的 NPC 啊。我们在很多很多游戏的场景里都会遇到这个 NPC 啊，就是典型的谜语人啊，啥也不说啊。然后答案的缺失亦是一种答案，我觉得猫头鹰是把这句话贯穿在整个游戏的始终了，很多地方他都不给你答案啊，就让答案缺失着啊，就贯穿这句话的这个真谛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跟涅钮继续对话，然后他会继续他的实验，把这个实验对象转嫁为我们身上了啊，来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L 没带偏爱什么颜色啊？检定不成功，你就是不会提示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答案。第一个的问题是红与白啊。然后呢，阿罗登这里提到了阿罗登啊。阿罗登是谁？阿罗登是一名永生的阿兹兰特人啊。如果你记得我们这个游戏的设置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游戏的铁人模式叫做最后的阿兹兰特人模式啊，就是说的就是阿罗登啊，就是致敬的就是阿罗登的这个事情啊。然后阿罗登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神奇啊，他是 L 没带之前的神奇，L 没带继承的是他的神位，L 没带本身是一个圣师，其实曾经是阿罗登的令使啊。令使是什么人？就是传达神与人间的这个对话的一个人啊，把神的指令传给人间的这样的一个人。L 没带曾经是阿罗登的令使啊，但是呢，阿罗登曾经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在某个夜晚啊，他就所有的牧师都失去了与他的神力啊，然后阿罗登莫名其妙的就死了。那失去神力了，只能是死了啊。那这个之后，L 没带才在这种危亡的情况下继承了阿罗登神位，并且阿罗登死的这一年刚好是这个世界之殇开启的那一年，也就是恶魔出现的那一年啊，所以神的离开，再加上大量恶魔的涌现啊，也更加凸显了 L 没带的这个果决以及厉害之处哈、啊。他继承了阿罗登的神位啊，让这个世间的这些信奉这个神奇的人啊，又重新获得了神力啊，才能得以对抗恶魔的入侵啊。所以阿罗登本身他是没有参加过这场圣战的哈、啊，他是在圣战发生之前啊就失踪了啊，就是死了啊。哎，这是阿罗登。然后呢，他这里提到了另一个人啊，叫做阿瑞路沃什啊，沃勒什，阿瑞路沃勒什。这个人的名字一定要记住啊，他是什么人呢？他曾经是这个萨珀利的一个女巫吧？啊，我个人理解是女巫啊，是一个因为某种原因啊，
跟这个恶魔之间签订了契约啊，他是我们世界之殇的缔造者，他是打开世界之殇的人啊，他把这个恶魔从深渊中召唤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世界之殇缔造者这个人一定要记住，后面的主线里我们会经常遇到他啊。然后这个说他是念纽啊，你为什么一直叫我小哥啊？但你的名字以整个宇宙的尺度来看无关紧要，我不感兴趣，没多久就会忘记啊，所以我还是不知道就算了。这就是聂纽的性格和人设。那我们现在就把他邀请入队就可以了，同意。好，把他加进来啊。然后小哥啊，我们的这个他就下了啊，他就下线了。其实下线之前我应该把他身上的东西给扒了的啊，没事去酒馆再扒吧。这里聂纽的升级啊，先点一下吧。第四级，四级和五级我们得下一级升级再点。聂纽是一个纯职的法师啊，之后我们给他升级升再转职，可能转博学士。智力是他的主属性啊，就点智力就没错。然后聂纽呢是我们整个团队的检定人啊，所有跟这个知识学识相关的检定之后都是由他负责，所以这四个是他必点的这个技能。然后呢，聂纽。然后我们把小哥给整下去之后，其实聂纽的这个法术我有点纠结啊，要考虑什么呢？要考虑之后打这个酒馆保卫战谁上。酒馆保卫战我们一定需求的是这个蛛网术和这个油腻的，主角，我们的主角是可以放油腻的，虽然 DC 没有聂纽高哈，但是也可以放。沃尔吉夫肯定不上了哈，然后蛛网术目前是小进会啊，只有小进会。那之后可能要把小进换上来，我又不想让小进上，我可能还是想让科米利亚上，所以我可能想让聂纽再点一发蛛网啊，这一发完全是为了这个酒馆保卫战，我们酒馆保卫战肯定是聂纽带兰恩这个席拉，再加上或小进或者是科米利亚，我个人更倾向于科米利亚，所以我想把这个。这个蛛网术就只能让聂纽来放了啊，蛛网术。而油腻术，你即便主角不会的话，这个之后在沃尔吉夫回到这个铁卫雄心之后，沃尔吉夫会变成一名商人啊，他那儿可以卖东西，他那里是可以买到一个油腻术的法杖的哈，从他那儿买个法杖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这里我就点了这个蛛网术，还有一个呢，我们要点一发这个朦胧术啊。这朦胧术虽然用不了多久，但是目前这个朦胧术还是挺厉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目标啊，这个获得20%的这个失手率，还就是获得隐蔽状态啊，这给我们的主替上还是很强的哈，我们就点一发朦胧术啊，朦胧术和蛛网术，现在没有法术位了，那就先不管，点了东西我们就走啊，让垃圾稍微捡一下。第一个地点丝线工坊啊，丝线工坊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而丝线工坊呢能拿到一个操念使非常强力的装备啊，如果你的队伍里有带这个操念使的话，这个地方基本上是第一时间要来的，甚至是酒馆保卫战都不要，不是哎别那个世纪广场都不要打完啊，直接就来这里就对了啊，这里能拿到操念使的神装。把这陷阱解掉之后呢，我们稍微的存下档，然后往前。这里这场战斗也不难，我们直接平 A 上去就好。这里并不难，两个小法师啊。聂纽目前法术位太少了，所以他就只能在后面拿个小弩啊，先射一射，也没有啥别的事干啊，就让他在后面打酱油就好了，别让他往前冲啊。那些法系单位都让他们躲在后面就可以了。然后眼瞅要进去打这个 boss 啊，打完 boss 我们就升级了。升级之后要扎营休息的啊，第一次这第一章第一次扎营休息。哎，我的天！哎，聂纽同学，你什么情况？你站的位置不对是吧？你怎么总能站到这么边上去呢？我不能理解啊，怎么没给你调？亏了一个解陷阱的经验啊，这又遇到这个谜语人了啊。进去之前我们把能用的法术位就先都用掉了，反正一会儿也用不上了啊。然后聂纽用一下他的这个，哎，这法术没搞进来，二环法术，哦，没给他带是吧？那我们把这个换一下啊，朦胧术没给他带。
带两个，带一个劲影，两个朦胧，一个珠宝术啊。这样这个就有了，我们就可以利用。我稍微的换一下啊。彩喷我其实很少用的，这个放到最后去。这两个戏法留一个就行了，打哪个都差不多。要不就都免疫，要不就都不免疫啊，所以打哪个都差不多。攻击类的我们放到前面去，自 buff 的放后面啊。好，控制系的放这儿，然后我们用一下这个奥法契约啊，恢复一下，把这个朦胧术给我们的主 T 上啊。好，这个里边的操念使为什么说是操念使很厉害？因为操念使是打接触的啊，打接触攻击的。打接触的，对于我们这种希拉这种重甲单位来说就超厉害啊，所以要优先保希拉。我们就用一发这个朦胧术啊，看看能不能把希拉保住啊，最好能保住。上了吧，反正不上白不上啊，眼瞅要休息了。好，然后我们下去啊，然后这里啊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了，我们先切换成回合制啊，否则你这个突袭轮打不成的啊。我们直接 A，这样就有一发突袭轮，这个操念使在里边，我们现在看不到啊。我们争取啊，能尽快的把它解决掉啊。我们希拉别着急往那边走啊，我们就站的虽然靠前一点，但是我们偏一点啊，偏一点。我们退拉后吧。等这个人上来啊，别往前，如果被这个操念使打了，还是挺难受的啊。可以试着睡他一下，他能不能睡着？没睡着啊，没睡着算了，瞪个眼儿吧。我们也不上去啊，我们就站在这希拉后面，等他出来啊。哇塞，大哥，差点没被你打死了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操念使啊，叫做闪耀之拳科维尔，他的职业就是操念使。操念使呢，主要是打念袭的啊，这些念袭的这些伤害呢，都是打接触攻击的啊，打接触的，打念钮，反正打不打接触都差不多，念钮都没有什么防御等级啊。看一下他的阵营啊，邪恶混乱，我们可以给他上一个辟邪斩啊，反正要睡觉。上了辟邪斩之后，希拉在打这个单位的时候是有这个辟邪斩的加成的，加四啊，他的命中可以加四。之后呢，希拉是可以把这个辟邪斩的效果分享给他的队友的，那个时候就更厉害一些。现在只有希拉自己有这个辟邪斩，还没有太厉害啊，不是很厉害，就只有他自己打有这个加成。抓紧把这个，你看这个他也有隐匿啊。我看看这个他的隐匿是什么带来的？他为什么有隐匿？我忘了。哦，他应该是这个吧，风卷之一。哦，远程打他有20%的失手率啊，只针对远程啊，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最好是拿近战给他秒了啊，但是我杰洛特的先攻太低了。哎，不错啊，这个晋级攻击不错。我们拿这个魔法飞弹，赶紧把他弄死啊！他不死，我就要狗带。杰洛特，全都上上来。没开瞬劈啊，否则没准把他给带走。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基本上没什么难度了。我们就可以切回来了，正常打就可以了。杰洛特，把瞬劈打开。别被打死了，哥！吓死我了！忘关了啊，忘关了，没关系，我们反正升级了。好，这样我们就能捡到这个科维尔的两件很关键的装备啊，主要就是这个头盔，这个头饰，四等念力之冠啊，这个东西可以让你的念袭伤害提高的非常多，基本上是翻倍的概念啊。这个是操念使必拿的一个道具啊，然后是不屈护甲，不屈护甲是一个轻甲，我们除了，科米利亚能穿甲以外，其他的人都穿不了甲，这个甲给戴兰穿吧，他没有我们现在穿的这个盗墓者之甲好用啊，所以后面戴兰肉队让戴兰穿吧，戴兰可以穿轻甲。
我们先捡一捡破烂啊，然后出去，升级扎营，调整一下法术栏位啊，直接上去了。主要就是来拿这两个装备。先升级啊，先进行五级的加点。首先啊，魔战士剑圣，我们的五级仍然是隐匿啊，我这隐匿还是不够高啊。察觉、沟通啊，神魔化装置。然后我们作为我们的主角啊，之后这四个检定我们自己也要用到一些啊，就是也有一些需要我们自己过的，所以也要稍微的点一点啊。但是这两个实在是太低了，之后看看怎么办啊。然后啊，关于五级的专长。五级的专长如果展开来跟大家说的话，能说的会特别的多。五级的专长点法也特别的多，你可以点中式斩，之后选择点这个精通中式斩。那精通中式斩是要需要三点还是四点 BAB 啊，我们的主角是半 BAB 职业啊，要等到六级才能点啊。所以虽然我们这一集送了一个额外魔剑士的额外专长，但是我们不能中式斩加精通中式斩全点出来啊，是因为 BAB 不够啊。这是一种点法。这种点法呢，你如果为了配合你的队伍里的远程输出单位啊，比如说我们的蓝恩啊，你也可以点这个战斗反射加抓准时机。这个游戏里所有的这种黄色的这种专长叫做团队专长啊，团队专长呢都需要你的团队里有其他人一起跟你一起会啊，你才能够使用。我们可以点这个战斗反射，然后出这个抓准时机啊。抓准时机呢，是当我们重击确认时啊，我的这个盟友重击确认时，你可以对该名敌人进行一次借机攻击。我们的杰洛特他的重击倍率是非常的高的啊，很容易这个重击确认。然后我们的莱恩啊，如果跟他一起点这个抓准时机，就可以在远程再发动一次远程的借机攻击啊。这是远程的借机套啊，这个还是挺不错的。你如果为了配合蓝恩的话，你也可以点战斗反射加抓准时机啊，在五级就全都能出来，这也是一种点法。你也可以点呢这个炫目武技加粉碎防御，炫目武技加粉碎防御，因为我们的戴兰马上就要入队了，戴兰是专门打这个士气打击的，士气打击是可以让对手陷入战栗的啊。那这个炫目武技加粉碎防御呢，这个前面的基本都是前置技能啊，我们最主要看的是后面的这个粉碎防御，是让你打这种具有战栗的被战栗的对手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打措手不及的啊。打措手不及就非常容易打中，打中我们就非常容易去判定重击，然后就一套俩人下来了，这也是一个点法啊。那炫目武技我们本身是不用的啊，是配合这个打击士气以及后边的可怖外表这个法术用的啊，我们自己是不放的，这也是一种点法啊。然后战斗反射本身对我们来说也有用啊，我们可以多额外的这个借机攻击的次数啊，也可以啊，这三种点法都可以。我这里选择点中式斩啊，虽然下一集不能选精通中式斩，但我们可以先把精通先攻点出来啊。先攻有多重要就不多说了啊。我们魔战士之后是有空间斩的，空间斩，先秒掉对方比啥都强，是吧？我们只要出手足够快，先秒掉对方比啥都强。然后二环的法术我们没有法术位啊，二环我们好像就只有一个法术位，点了其实也没有啥用啊，点啥都行。点个禁勇术吧，禁勇术毕竟能提高我们的生存能力啊，禁勇术只能对自身释放啊，我们点一个禁勇术。再点个啥，点啥都放不出来，没有法术位啊，点个头吧。随便点的，因为法术位太少了，随便点的。希拉的五级升这个圣武士啊，生活技能就点察觉、沟通和使用魔法装置。下一项，然后这里希拉是在五级就可以出包抄了，因为希拉是满 BAB 职业啊，他需要这个包抄需要四点的基础攻击加值才行。但是由于我们的杰洛特和科米利亚都不是满 BAB 职业，所以在五级都没有被判法配合希拉出包抄啊，所以希拉的这一级包抄我个人觉得不着急点啊，不着急点。那你也可以选择什么呢，你可以选择武器专攻里边，你如果想好了让希拉之后用什么武器啊，你可以先点武器专攻，比如说我想用长剑，我就选武器专攻中的长剑也可以啊。那如果你没想好呢，这一集也不着急啊，我们还可以点什么呢，我们还可以点战斗反射啊，战斗反射近战点怎么都不亏哈，它可以让你获得额外的借机攻击次数，虽然我们希拉的敏捷不高啊，可能只能加一次哈，但是也是不亏的啊，也是不亏的，总比点包抄没有人配合白点
强哈，你也可以点猛力攻击，但是猛力攻击现在绝对是不开的，还要等到希拉后面转无甲 T 的时候，不穿甲的时候再开猛力啊，但是现在也用不上啊。然后精通先锋我们也点过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要不就点个战斗反射啊，是这一集比较有用的，包抄我们七集再出啊，七集全队一起出包抄啊，这是我的想法。然后这三个啊，战力恶心其实也挺好的，但是没有疲劳重要，我们优先解除疲劳，这是让我们的圣疗术可以解除疲劳，这是希腊。然后科米利亚纯直的惊魂猎手啊，然后仍然是点宗教和巧手。然后科米利亚因为七级要一起出包抄啊，所以科米利亚要之后不会一直在后边干瞪眼的哈，等出了包抄以后他会上去配合我们的两个近战去也进行一下这个近战的攻击啊，他需要有一定的近战攻击能力。我这一集就选择点这个优雅刺激的细剑。为什么之前一直不让科米利亚上前去攻击呢？就是因为科米利亚他的近战攻击啊，我们的这种近战伤害都是吃力量调整值的，而我们的科米利亚基本没有什么力量，打不出什么伤害来啊。而你点了这个优雅刺激的细剑之后，就可以把敏捷调整值作为武器的伤害上了，就不用力量了，这样我们这个科米利亚就比较厉害了。我们之后还可以用这个猫之清灵猫头啊来加强科米利亚的敏捷，让它的输出变得高起来啊。所以科米利亚我就选择优雅刺激细剑。然后兰恩，如果你的队伍里有人能配合他这一集点出抓准时机的话，兰恩这一集就可以出抓准时机。那如果没有啊，没有人能出抓准时机的话，兰恩我个人觉得这一集可以先走炫目武技，为后面的粉碎防御做准备啊。我们点炫目武技，但是我们不开啊，再次强调啊，炫目武技我们是不用的，这个是用来为这个后边的粉碎防御啊做准备的啊，所以炫目武器我们不开啊，我们把这个这直接扔掉啊，这药都不要它不开。然后是我们的小进兽族巫师，后面再转博学士啊。然后这个小进知识神秘和宗教，沟通和使用魔法装置啊，仍然这么点。然后所有的施法单位啊，在五级的时候统一点这个专长，叫做结盟施法者。结盟施法者啊，对我们的法系的增强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专注检定和法穿都获得加二的加值啊，并且没有一个人跟你一起结盟啊，它就可以加二，这个东西是可以累加的啊，也就是说你点结盟施法者的队友越多啊，这个结盟施法者越厉害啊，所以所有的法系单位后面肯定都是要点的。然后法术，小进的法术点个变具吧，之后可以帮着变具来接受我们其他人的法术位啊，点个变具吧。小进的法表很菜啊，还不如科米利亚。为什么说前期带科米利亚呢？因为小进前期的辅助能力太差了啊，他没有什么好用的法术啊。你看这二环的法术没有啥能用的啊。这里点个熔融球吧，因为小进后面是要走速能火速能的啊，这个点火系的速能法术都是没错的，点个熔融球好了。然后念扭是五级的卷轴法师啊，继续四种检定。使用魔法装饰我觉得不用点了，把这个检定给他补到五级啊，全都补到五级。然后结盟施法者啊，一起结盟才有用啊。然后三环奥数法表的好用法术就非常非常非常多了啊，非常非常多了，有高等魔化武器，英雄气概臭云啊，有大名鼎鼎的火球术、加速术，像是共用时空隐形和位移位术都是很好用的法术啊。我们刚才点的那个叫什么，我们刚才用的那个叫做朦胧术啊，现在就要下岗了，因为它有它的上位替代品了啊，移位术能提供50%的失手率啊，比我们的那个朦胧术要强。朦胧术之后就不带了，移位术我个人是必点的。然后加速术和英雄气概我们都是有卷轴可以直接超卷的，这个念扭是可以直接超卷学习的啊。然后高等魔法武器呢，它现在啊，因为我们的施法者等级太低了，它最高虽然能加5，但现在我们只有5级啊，它现在仍然只是个加1，跟普通的魔法武器一样，就不点啊，先不着急。你可以选择点臭云啊，但我个人觉得法师不会火球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这里会选一个火球啊，但是其实选臭云也不错啊，臭云也很好啊，我个人倾向火球啊，这是我的点法。然后我们调整一下法术位啊，然后准备扎营休息。有这个移位术了之后，朦胧术就不带了啊，朦胧术可以下了，就都换成我们的禁影和蛛网。
两进有两撞，前边的剑影术没有啥用了啊，就彩喷吧。哦，然后这边这种红色底儿的是什么意思啊？是我们的念钮，念钮它是有它的专精学派的，它专精的学派是幻术学派，但是它有它的对立学派啊，在这边能看到，它对立的学派是死灵学派和防护学派，而这个护盾术属于防护学派的法术哈。这种防护学派的法术，我们念钮要使用的话，消耗的法术位会比普通的更多。你看这样放上去啊，它就需要消耗两个法术位，才能释放出一个护盾术来，或者说是它必须占两个格子，它必须占两个格子，所以尽量就不要让念钮去学这两个学派的法术了哈。这边我们就选上魔法飞弹吧，我就带两个法师护甲，一个三个魔法灰弹好了。雪球术其实也可以用啊，我就暂时先不带。萨满三环带一个共用防护阵营啊，两个束缚，一个牛头。这里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我这里有个问题不太懂啊，就是关于萨满的这个战斗域的这个惊魂魔法，他明明他送的这个额外法术里，包括变巨术、牛蛮啊这些他都送，但是在一环里的这个变巨术啊，我们是放不到下面去的啊，必须放在上面的槽位。但是二环的这个牛蛮就可以放上去。这是为什么？这是怎么个说法啊？这个又放不上去，这是为什么？这个牛蛮为什么就能放上去啊？这个原因在哪里啊？这我不知道啊，请教一下大家。然后一环的话，要不放一个纠缠也可以。防护阵营还是有用的啊，防护阵营还是有用的。之后带蓝入队了以后，其实祝福术没啥用了啊，祝福带蓝有很多，我们上两个纠缠，两个防护阵营好了。纠缠术是可以这个让敌人过豁免检定的啊，否则他会陷入这个纠缠状态，还有一点用吧。三环共用延缓毒发，然后一个这个魔化防具，延缓毒发你也可以等到后面啊，等到酒窝保卫战之前再上啊，现在先不着急上。那我们用一个共用抵抗能量加一个操纵王者好了，操纵王者是科米拉三环最强力的一个法术。好，这就点完了啊。然后我们这一集点个寂影，加强上生存力吧。这 buff 就一个位置，没啥用呀。魔化武器现在已经没啥用了，因为只加一啊，所以我们这里就选四个变巨好，或者带两个油腻，两个变巨，两个油腻。好，第一次扎营，在我们的第一章第一次扎营休息的时候，会固定触发这样的一个剧情啊。这个剧情其实是增强版后来加的。是教你什么叫孵化啊，其实就给你解释孵化是什么意思啊。感兴趣小伙伴可以看一眼，这里选哪一个都无所谓的啊。他说记得在铁卫雄心能够安睡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每一章里我们都有一个大本营一样的位置啊，在这个大本营的这个位置里去睡觉是不用管孵化的啊，睡多少次孵化都不会长。而在野外睡觉就会，你要必须过这个检定，如果检定没过的话，就要长孵化啊。孵化等级越高呢，对你的这个 debuff 越高啊。这边还会弹出相应的这个教程，感兴趣小伙伴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走啊。那就说了半个小时啊，我得抓紧了，这否则这一期又太长了啊。第一站丝线工坊，下一站我们去哪儿来着？去这个伊斯卓德塔啊。这边的这种点位就是收集一下物资啊，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啊，都可以。我们进入伊斯卓塔。伊斯卓德塔是铁卫雄心保卫战之前一定要来的一个地点啊。你可以不打里边的怪啊，但是一定要先触发一下，先把这个侦查的剧情给它做过去啊，否则你会丢经验啊。然后这边呢，再往前走会触发四个这个灵魂哈，或者是四个幻影啊。由于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选择打这个霍希拉的时候，选择屈从于愤怒，选择了恶魔的那个选项啊，所以这边的这个幻影里边的扬尼会攻击我们。如果你选的不是屈从于愤怒，选的是天使的这个选项，这边的这个塔尔贡纳会给你上一个天使之帽的 buff 啊。可有可无啊，都可以，你喜欢哪一个都行啊，不是特别重要啊。这个后继者之首啊，是我们的首子哥。
这是现在的令史啊，艾奥梅代的令史。之前阿洛登的令史是艾奥梅代，现在艾奥梅代的令史是这个后继者之首啊。这个我总记不住他叫啥名啊，他的名字不好记啊，是个萨阔利的女巫啊。之后我们也会遇到过他有关他的剧情啊，我总记不住他的名字。可以看一下他们这边的对话会根据你选的这个是天使还是恶魔不同是不一样的啊。选天使基本都是向种的，选恶魔都说的是这种东西啊，什么怒火啊。这是塔尔贡纳，我们第一章我序章的时候不是这个看了拉瑞尔的记忆吗，她是拉瑞尔的妹妹啊，他们两个是一对双生的天使啊，是一对兄妹啊。然后这就是杨尼啊，是我们辉光的这把宝剑的拥有者啊。他说深渊的仆从们啊，你们带着灵魂中的邪恶记忆进入了记忆之屋，你们很快你们就会成为记忆啊，他就会上来攻击我们啊。这都是因为我们之前选择了屈从于愤怒，这个幻影只要攻击中一次就会消失啊，这样就消失了啊，所以不难打啊，就一次就消失了，好像也没有经验。然后我们还可以跟这个塔尔贡纳对话一下，问他为什么攻击我们啊，哎，他这里就会告诉你哈，因为我们选择了邪恶的选项啊，所以他们攻击我们啊。然后也可以跟他稍微的聊聊天啊，他们都是留存在这里的记忆啊，就是本身是不受控制的啊，只是一段记忆，然后他们就会消失掉啊。这个叫什么来着？叫做伊莲德拉，伊莲德拉啊。也可以看看他们后边的这些画像啊，这些画像写的也都很有意思啊。最有意思的是这幅画啊，是这幅，这个我明察秋毫变中间啊，审判官胡尔伦在与他这个从一个士兵身上去除的对影魔交战啊，这绝对是讽刺啊，明察秋毫变中间，说胡尔伦最大的讽刺。再往前呢会遇到我们的另外一个队友啊，但是这个队友要到第三章才能入队啊，前两章他都入队不了啊。这个叫做加钱哥，我个人不太喜欢带他，我也没做过他的支线剧情，我也不知道他的剧情怎么样啊。有机会玩下一周末的时候可以考虑带带，叫做葛雷伯，加钱哥。你跟他聊啥都得先说得加钱儿哈，得先加钱儿啊，所以叫加钱哥。他是一个刺客啊，这边会遇到巴夫面的邪教徒和这个那个叫啥来着？哎，两帮的邪教徒在打架，在吵嘴架啊。一方面的鼓励说是啊，我们应该进攻铁卫雄心啊，这个铲平圣教军最后的一个要塞啊。其实他说的是对的啊，这个时候去进攻铁卫雄心是最虚弱的时候，越早进攻越好。后面等我们集结了势力就不好弄了。但是另一波人啊不同意啊，他说啊，这个我们要在城市里搜刮，想用战利品啊去搜刮啊。去这被眼前的利益所这个蒙昏了头脑啊！这是两方的邪教徒，一个是巴夫面的，一个是德斯卡瑞的啊，刚才卡住了啊。巴夫面的邪教徒和德斯卡瑞的邪教徒在吵架啊，然后他们两个就打起来了啊！这两个人赶紧打吧，这剧情不能跳吗？啊，可以，摁空格可以加速啊！这两个人打起来了啊！结果是这个他赢了啊，他赢了。啊，去说要去进攻铁卫雄心啊，我们之后会去进攻，但是这个人啊马上就会死掉啊，虽然他赢了但是他会先死掉啊。这个人叫做法雄啊，一会儿我们主要打的是法雄啊。葛雷伯的目标就是对面那个绿色衣服的人啊，他们是象牙迷宫神殿武士啊，就是巴夫灭的武士啊。他的目标呢是他们中其中的一个啊，他是一个契约杀手啊。他说别单枪匹马去了，现在打不过啊，警告铁卫雄心的圣教军，恶魔正在计划进攻铁卫雄心啊。谢谢你的建议啊。然后问他是谁也不行啊，他不会告诉我，他是一个职业杀手啊，还是很有职业操守的。他的故事我们等到后面遇到的时候再说吧。但是葛雷伯对于小晋一直是非常的关爱的，就从第一次见面就是啊，非常的关爱我们的小晋。小晋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啊。小晋是一个精灵啊，所以虽然他现在已经成，就是跟看起来是成年人一样，但是他现在还是精灵族的小女孩啊。这里呢一定要记得，首先先全员隐匿，然后选中你们队伍里的莱恩，让他一个人往前，不要大队伍一起啊，容易在这儿被人看见。
啊，往这边走啊，先过这个 DC 十二运动检定，记得存档。然后过来之后呢，就可以推这个柱子啊。啊，这波人如果直接硬打的话，像格雷伯说的一样，会很难打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地形，你一定要隐匿啊！你不隐匿，你这时候就被发现了。你隐匿的时候，哎，你看格雷伯找到机会了，上来就把这小绿给打死了啊。他叫基拉斯。基拉斯虽然打赢了，但是基拉斯最先死啊！啊，这里我们快速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去，回到这个位置，往上走啊！这里有小盖被发现啊，但是你要隐匿啊，然后回到这个位置，再快速存档，然后再往这边走，一共两个柱子哈、啊，两个柱子都可以推。这个 DC 比较高啊，这个 DC 如果没过掉下去的话，会被他们发现，你记得提前存档。然后这里啊，走到这里，这一张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成就的啊，就是用这个柱子啊砸死你自己队伍里的队友啊，是能获得一个成就的啊。刚才我们能捡到一个，这里可以先捡一下。哎，你干啥呢，希拉 ？What are you doing？ 啊，这样捡到了，是一个加一的小圆盾啊，是我们的科米利亚的装备，直接就换上了。加一小盾，然后这里呢，我们再存一下啊，然后让这个蓝安推，你又能再砸死一排啊，就没剩多少人了啊。然后哈、啊，砸完之后也别着急开战啊，这个法熊刚才看到那个红衣服的人啊，他是会火球术的啊，他是会火球术的。我们之前不是买了卷轴吗？啊，之前没舍得用哈、啊，之前那个共用防护火焰已经用掉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共用抵抗火焰了，那要是用共用抵抗火焰，还不如用我自己的，还不如用我自己的，应该把两个防护火焰卷轴都买了的。这个对抗火球术就不厉害啊，就不厉害，但是也能用吧。我们就直接释放吧。这跟我们的卷轴用的是同样的一个魔法啊，共用抵抗火焰啊，一样的啊。那就省下卷轴钱吧。之后没有法术位的时候再考虑用这个。这个就。火球的话还是会打到，这里没有打透气轮啊，我们直接选择让希拉先上，然后让希拉先往前冲啊，他应该肯定会打，哦，他打前排不错啊，他要打后排，我们后排的血量太低了，打前排还是不错的、啊。由于我们两个柱子推完没剩几个人了，主要就是防这一发火球，你只要这发火球没事就问题不大啊。这个火球是应该是有十点的伤害减免啊，我们看一眼。啊，已降低啊，减了十点啊，减了十点，乘0.5是如果我们过了反射豁免的话，伤害就只有50%啊，然后还要减十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共用抵抗火焰，造成的啊。好 ，Let's move。然后捡一下东西啊，法熊身上是有装备的啊，这边有一个烈火重型。硬头锤啊，算是一个唯一装备。东西捡一捡啊。希拉斯身上没啥好玩意、啊、儿。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啊，里面就没有战斗了。我随便走。我上面还有一些检定，好像能毛一点经验啊，我就不去了。不用这么极限的毛经验啊。然后一进来啊，这边有个巨条，很有意思啊。啊，这有一个邪教徒中的一员啊，叫做泰尔梅。一听这个背景音乐啊，每当这个游戏中响起这个背景音乐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些搞笑的事情啊，一些有趣的事情将要发生了啊。啊，是法熊派你们来的吗？啊，我正在列文物清单，也就是这帮邪教徒正在伊斯卓塔是个博物馆啊，是里边藏了很多著名的圣器神物啊，他们在偷这些东西啊。你是谁啊？他说我是一人承载贤希尔大人的书吏和高级助手啊，之后我们会遇到这个贤希尔的，他是邪教徒队伍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军人物啊。啊，你在干什么啊？他在搞破坏啊！这个贤希尔大人下令将所有东西从坎达布里运走啊，这个把这些物品都偷走了，我们来晚了，现在已经啥都不剩了啊。啊，博物馆保管员去哪儿了？他说他骗了他，这个博物馆的保管员。已经痴呆了，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就分不清敌我啊，神志不清了。法熊呢啊，我这里不要选择攻击他，饶他一命啊，能从他手里拿到一个书信啊，书信
啊，结果啊，他着急啊，说我要带走这个珍贵信件。他不说，本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个珍贵信件，他自己说出来的哈。然后他就开始把这封信给吃了，结果吃到一半呢，把自己给噎住了啊，差点把自己噎死啊。啊，想要配胡椒面嘛，兰就是个乐子人了。我们选择善良啊，帮助这个无赖啊，然后我们就能把这个信拿出来，还能看到信里的内容啊。然后这个人就走了，之后我们还会遇到他啊。我们可以看一眼这封信啊，虽然很恶心啊。这封信主要提到的就是这个贤希尔啊，带了一批珍贵的药剂到这个伊斯卓塔里，并且藏了起来啊。文物什么的他都已经带走了，就说这个药剂的事儿。只有看了这封信之后呢，在这个位置你才能触碰哈、啊，你才能把这几瓶药拿到啊。其实也不是很珍贵吧，就三瓶药啊，反正、你想要就要，不想要不要，我们就不要白不要了。然后这个伊斯卓特塔里能捡到一些书啊，但是这些书里没有一本是加属性的啊，所以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呢，就是有关这里放的四个神器啊。这里啊，一个放的神器是我们的这个艾奥梅带啊，艾奥梅带的这个油灯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特伦迪利夫的爪子啊，特伦迪利夫之前就掉过爪子了，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之后我们都会在这个整个游戏当中遇到的啊。还有什么？这个泽卡留斯的魔杖啊，这是我们开启巫妖盗图的关键物品啊。泽卡留斯的魔杖，特伦迪利夫的爪子是开启金龙盗图的重要物品啊。然后这两个就只是一个物品而已啊。这边是这个什么？这边是头盔啊，是贝西塔斯啊，这头盔，地狱骑士的头盔。知道这几个藏品是什么，我们之后会遇到。然后先进来，先去找这个图书管理员啊，他叫特尔顿啊。但特尔顿这个人啊，他不是一个一般人啊。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伊斯罗达年鉴，你会看到啊，其中这个说了外面我们的那几幅画，你也可以在这里看。我们主要看泽卡留斯的魔杖。泽卡留斯是一个很著名的魔法师啊，他在之前的失陷教堂围攻战中一战成名，并且死在了那里啊。然后这个人是泽卡留斯的学徒啊，他叫做法师特尔顿啊，是他把这个泽卡留斯的魔杖捐献给这个伊斯卓塔的这个博物馆的啊，然后他从此成为了这个博物馆的管理员啊，所以这个特尔顿并不是个无名之辈啊，虽然他现在他老了，已经糊涂了。然后可以跟他稍微聊一聊啊。我们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他身上的保管员的这个钥匙给他骗过来啊。我们就选择一个啊，悄悄的偷过来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让他劝他去铁卫雄心啊，但是他不会去的啊，他要守在这里啊。也可以跟他聊一聊，了解一下这些藏品，但是我们刚才都已经看过了啊，就不聊了啊。感兴趣小伙伴自己去看一下，这边没啥好东西啊。就随便捡一捡，主要就是拿这把钥匙，没有这把钥匙，旁边的门也是可以撬的啊。你要不想拿，你不拿也可以。这里就不用撬了啊，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两扇门打开。这里能捡到本章啊，第一章第一个魔法精华、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啊。我们直接让科米娜进就好，这里边全是陷阱。What do we have here？ 把这些陷阱拆一拆。I am helpful.啊、这里能拿到一把安息之恩、啊、是一把反曲刃、啊、也是一把唯一装备、啊、At your discretion. 哟，你没鉴定出来啊，踩了一个、啊、好在我有这个啥、啊、踩了一个陷阱能鉴定出来、哦、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魔法精华。魔法精华第一章应该是六个吧，哎，五个还是六个我忘了啊，但我之后的视频里会给大家每一个都进行强调的。这是本章第一个魔法精华，然后还能拿到一个诱捕长弓、啊、这个诱捕长弓可以看一眼，是一把加一的复合长弓啊，没有我们的协咒长弓链，我们是加二的，所以就是收集品啊，也可以卖钱。然后这边还有一件护甲，还有一个装备，还有一个衣服。这个啊，叫做卡兰德拉女士的链甲，好像比我这个要好一点吧。是加二增强价值，四加二，一样的啊，一样的，没啥用。它就是有额外有一个密银属性，密银属性的衣服一般都值钱啊，可以考虑直接给它卖掉。
这里还能捡到一个小纸片，这是配合我们增强版的新剧情那个魔像的一个小彩蛋吧。是吧，这个魔像之前不说了吗，就在伊斯卓塔，结果后来被搬到了被捡到了，才去到铁卫雄心的。哟，这里漏了点装备。哎呀，漏了不少呢。捡着捡着走。伊斯卓塔。哎呦，那这一期肯定是录不完所有的，肯定得分成上下两期了。我讲的还是太细了。然后接下来下一个位置我们就去这个戴兰的派对大宅。戴兰的派对大宅这里是有一个成就的啊，叫做事关重大，是要求我们在这个战斗当中一个牛郎和那个啥都不死啊，一个都不死才能行啊，很难啊这个成就。这个成就建议大家做的话，最好是调低难度做啊，用最低难度做会好做一些，因为高难度实在是太看脸了啊。你这个那里边有一个法师啊，上来直接就一个燃烧之火，太容易死人了，想不死人太难了。我不是个成就党啊，我这里就给大家提示一下，想做的小伙伴呢自己考虑啊。然后这里做一下保存啊，我们这里要开始加一下 buff。 这些都可以给大家弄掉啊，都不是很重要，要挡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啊。先给这个蓝上个面具。再给蓝上个牛头。给希拉上个树夫。好，差不多了啊，主就是我们的主力远程输出，再加上我们的主 T 啊，给他加一点 buff。再来个防护邪恶吧。好。这个在我们的难度下这样就差不多了，如果你难度更高的话，你要考虑多撬一些 buff 啊。然后你看到这里边还在歌舞升平啊，这是这个是伯爵啊，就是戴兰，我们来到他的这个宴会上，全是脱衣舞娘在跳舞啊，结果恶魔就冲了进来，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恶魔进来就开始是疯狂杀人了。你无论做不做成就，还是建议先切回合制。戴兰还是挺那啥的，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先知啊，上来用一个颤骨打死了一个魔，但是他一个人肯定是打不过这么多的，因为这魔数量太多了啊。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对他们那边队伍里是有一个歌者的啊，有一个歌者就是这个，应该就是这个阿兰卡啊，他放了一个这个歌者的这个 buff 啊，一个光环啊，战斗这个光环里的人都会得到这个加成的。然后这场战斗呢，主要难点在于一个，就是这个恐暴魔魔法师和这个凶猛的素息魔啊。这个恐暴魔魔法师啊，他是有这个的啊，燃烧之壶啊，三发燃烧之壶，就很恶心啊，很恶心。最好能先把这个魔法师给打掉。然后这个素息魔的武器很厉害啊，但是这个素息魔呢，一般来说一上来会优先去找戴兰啊。那我优先去打戴兰，戴兰在这个场战斗里是不死的，所以不用担心他啊，他是不死的，无所谓，他被打了就打了，没打中啊。我们由于不做成就啊，所以无所谓啊。那空格是可以让回合制加速的啊，你如果选择回合制实在太慢了啊，你们用空格是可以让他们行动速加速的。做成就是一个交际花和一个牛郎都不能死啊，但是这些交际花和牛郎。他们会烂溜的，先不说这个魔法师会放这个燃烧之火，他们烂溜的溜达到这个恶魔身边，被近距攻击也很容易被打死啊，就很恶心啊。这个成就不好做，我反正没做，有兴趣的自己体验一下吧。全都是杂兵啊，还非得在这烂嘚瑟烂溜的。然后到我们了，挡你一发火球怎么样？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算了啊，没有必要。我们用一下这个念扭的这个翅膀射线，翅膀射线在前期还是挺厉害的啊，没穿过对方的法术抗力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有关法术抗力啊。我们只扔了个七，只扔个二，只扔了个二，太低了，扔的太低了。转进，
恶魔都是有火焰的魔法抗性的啊，所以不要用火属性的伤害去打恶魔，没啥大用啊。所以我这里选择放了一个这个一波的伤害，刺耳尖笑。咱最好能把这个法师给他抹掉。还有一发没命中，没秒掉。没秒掉就看杰洛特能不能秒掉。AC 贝廷魔有可能会放臭云啊，这边有，这边有几个坠形魔啊，完了我中了臭云，嗯，我没机会了，看看希拉能不能把它打掉，漂亮，我没机会了啊，我们用无耻快步移出来。后面就简单了啊，后面要不我们切成那个计时制，那就简单了。你看这种牛郎就上来就被近距离攻击，但是这个复习魔啊，他会的这个普通攻击是会打疾病的啊，是会打疾病的，这个注意一下。我这还没好啊，要。被这边究竟花挡住了啊，无所谓啦，反正戴兰究竟花这些都是铁定不会死的啊，死的多的无非就是这些牛郎牛郎。好，一进来我们先跟这个阿兰卡说话，我们之前不是接了个任务要去找三个德斯纳的祭司吗，他就是其中一个啊，我是伊尔克斯的朋友。哦，伊尔克斯还活着啊，这就是找到了歌手阿兰卡啊，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啊？然后第三个伙伴在哪里？他给了我们一个披巾啊，他说他应该在世纪广场上，你拿这个披巾他就会出来主动跟我们相认的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他稍微的聊一聊啊，这个关于他们去闯守护池啊，以及关于这个屋子的主人啊。他说我今天大约有五次想把守护扣在他头上啊，所以戴兰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是个渣男啊，是个渣男。后面但是他是个乐子人啊，后面我们会跟他说啊。然后在这里也能，这是一个提示啊，女神德斯纳的一个标志啊，就是提示这个阿兰卡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女祭司之一。我们可以稍微的捡点东西。那些交际花的匕首，醉酒贵族的匕首咱就不要。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鉴定，那个是我们的女王啊，高福瑞女王，世界之殇的所有圣战发起者高福瑞蒙蒂维的肖像，是我们的女王，已经活了好几百岁的一个老女人啊。然后戴兰是女王的表弟啊，是皇亲啊，是皇亲。然后可以跟他稍微的聊一聊，戴兰很有趣，戴兰嘴也很贱啊，他就很喜欢嘲讽别人，以嘲讽别人为乐。How did Canabris in ruins? It seems as though Descari's occasion was altogether more of a crush. 然后我们在这里要求他感激我们，会获得一个戒指啊，能卖钱，有钱何乐而不为？你不关心这个城市的命运啊，我从不担心啊，恶魔来随时找我家门。他说这个阿伦戴家族，也就是戴兰家族，是最古老的家族，跟高夫人女王有血缘关系，伯爵是这一豪门仅剩的成员啊，大约十年前发生了在天堂之园里，天堂之园是个地点，发生了一起惨案，恶魔突破了防御啊，把宅邸的人杀得一干二净，只留了戴兰一个人，这就是戴兰的故事啊。然后你看他们两个人经常吵架，滑稽的小丑啊，不拉不拉不拉，压抑着愤怒，科米利亚在他面前总是吃瘪，总是吃瘪。然后他不会去铁卫雄心的，其实队友都不是很喜欢他，但是他实在是奶量太足了，奶量太足了，我们一定会带他的。By the way, he doesn't look like a whiner. 他看起来不像个爱发牢骚的人啊，不会成为累赘啊。然后就可以把他带到队里了。那带到队里，我们就把小静啊，之前说的小静先暂时下掉。然后我们来给这个戴兰加一下点啊。戴兰是先知，
先知也是这一作里非常强力的职业啊，先知魅力施法者啊，主要主加魅力。然后啊，戴兰的主属性啊，主要的一个技能就是沟通啊，点沟通，拼命点沟通啊就对了。然后呢，戴兰还可以做饭啊，世界是跟做饭有关的啊，然后也可以点一点神秘啊，剩下的就都不重要。啊，然后戴兰的法表是神术法表啊，是跟我们的奥术法表不一样的，但是神术和奥术法表有一些共用的一些共用的法术啊，比如说这几种头，哎，这几种头你就会发现他们是神术和奥术都有的啊。而戴兰他是这个自发施法者啊，他不是记忆施法者，他的法术位相对来说比科米利亚要充裕的很多啊，所以我们前期不是很多的这种 buff 不够用嘛，这边就可以让戴兰去点啊，让这个戴兰来帮我们分担这个法术位啊，比如说熊头、牛头已经好几个人点了，我们可以点一个鹰头啊，鹰头是加魅力的，我们这个队伍里魅力人还是不少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个鹰头。然后先知的五级，先知的五级继续点这三个生活技能。戴兰的五级跟这个下场的小金一样，还是要选我们的结盟施法者，都是五级，都是选这些团队的专长。然后一级一环的法术就没有特别厉害的，哎，没有特别厉害的，绝不动摇。这个神圣恩典其实不错，但是它只能给自己用啊，没有啥用，戴兰就没有啥用。这里选啥我觉得我都不会用啊，移除恐惧吧。然后还是重点还是二环啊，二环还是先点这些头啊，这些头比较厉害。然后伤害打伤害，如果你想用戴兰打伤害就打这个阴鸣豹或者是颤骨，这两个都可以啊。我们还是选头啊，我们先选一个削头。来弥补我们队伍里法术位的不足啊，戴兰他的法术位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啊，一环有8个法术位，二环有5个啊，比我们其他人的法术位多了很多。然后我们直接从旁边的这个废墟这儿走啊，记得保存。Thanks, Lan. You're so awesome. 然后在这个地方能捡到一点点垃圾啊，然后直接离开。好的，本期视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这一期我们就先在这里做一个完结啊，然后我争取啊在这周再更新一期啊，把后边这个格维姆宅邸、黄玉璧屋以及这个住处，还有上边的这个酒窖啊、黑狱图书馆的内容给大家在下期视频里给它带完啊。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别忘了给小米一个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拜拜。